嘉玲小姐的马来西亚创作啊，带我出来，带我出去卡拉 OK 唱。他啊，啊，你喜欢听这首曲子吗？灌醉。那我相信在场的一位朋友们呢，对这首歌曲也不会的陌生，对吧？这首来自张嘉玲小姐的曲子，是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创作。但我们的范俊福老师，他已经往生了。这首歌曲呢，是他的一个非常棒的创作曲子，献给在场每位朋友们，希望您大家会喜欢。来自大哥的点唱，这首啊，张嘉玲的，嗯、啊，对，对，谢谢老师，灌醉献给大家，谢谢。